在一个个感人爱情故事背后，一直有个动听的声音，让我们为之心动。我想你飞雨温柔的追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他的唱腔温暖人心，他的声音渗透人心，他的声音有些凄美，有些伤感，总能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往事的回忆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。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穿越时空，回到那个曾经为之动容、心底最为珍贵的时代，再次体验天荒地老、海枯石烂的感动。她是亚洲情歌传唱天后，她是李翊君。